里的味道。印度咖喱吧，印度的咖喱。印度咖喱。很臭的香草。香肉。感觉有为什么这么晚上这么大的声音？不知道。对耶。我之前也有问过我的观众了。叫台湾人吧。对啊。不能睡觉吧。ねえ。あ、ファンウェン食いますはいや。我刚刚看了这个活动，名字是什么？青山王公生日。青山公生日。嗯。哦。就是万华的大拜拜。为什么这么大的？就是他是晚上在拜的，就是夜巡。所以晚上有意思。就是有意，就是晚上是有不好的东西，就是王爷出去把那些赶走。そうなんだ。言えないルーツ。ダン。ジュナビエンダレン。ブノンスイジャオバ。都大部分都全部都知道。ブノンスイジャオ。有的。明天有考试的嘞。有的知道，可是有的就是差不多忍一下，三天而已。今天是最后一天了。なるほど。お、谢谢。不会。谢谢。学到了。マジ？あ、そう。咻咻咻咻咻！整个城市都在玩这个。了解。哦，去去看。对，要去。三月一号哈，三月一号，三月二号。我知道。台南。OK。台南。对。谢谢。拜拜。厉害。漂亮。好漂亮。三月。三月一号跟二。